Service over. 4-6.5-6。哇，这个球反拍的一个抢高点的一个搓球啊，这球搓的还是质量很高。失误了。Service over. 7-6。Service over. 7-all。从技术细腻的角度来讲呢，还是新加坡选手占一些优势啊，就是他的球我觉得更加细腻，控制上呢更加的。就是严谨一些，特别是往前这个部分。8-7。现在双方主要都是把自己的技战术发挥出来，嗯，没有形成太多的一种对抗限制，嗯。就现在打的都是个人实力。这牌头顶杀直线威胁性还是很大。11-8 interval. 这勾球裁判判了界外。还是这个阮超指导啊。Court one, 20 seconds. Court one, 20 seconds. Good. 11-8. Play. 11-8，新加坡球员现在暂时领先。其实对于沙瓦尤金来讲，嗯，往前这个缠斗啊，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尽量的避免。嗯，球还是要打得更开一点。他打得比较积极，可是积极的同时呢，嗯，要求不要太高。对。Service over. 9-12。现在对方是属于一种等待，哎，等你先出手，我来打你，他不急。邵尤金还是你可以看他场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好，很积极，嗯，很积极，对。他这个身高臂长啊，对吗？这个，嗯，灵活也灵活，嗯。11-12。
Service over. 13-11. Service over. 12-13. 上把尤金正手回放短球，这个球滚网。小王还是在斗网前，这球判了一个过网击球，是吧？啊，没判，没判。啊，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新加坡选手啊，14-12。是吧？尤金失误。15-12。也是想用一个带停顿的接发球去欺骗一下对手。这场球可以说是以静制动，这个也可以说是以巧破千金的一场球啊！就是对方身材高大、力量很足的时候，那我们看新加坡球员他的整个的控球啊，包括他特别是往前，他一直都在观察，对。就是往前的这一个环节上，我们看到新加坡球员确实是他显得很有信心。而且他确实在整个的技术的细腻度上还是要好于对手。勾对角再抓对手，哇，这个球难度很大啊。其实他刚才反拍勾对角的时候那个点已经挺低的了。这一下你看小技术好，确实他这个往前，所以对于上网尤金来讲呢，就还是避免要跟对方再往前做这种缠斗了。可上网尤金他自己的打法希望从往前开始突破，对。所以这样球的进度也很快。哇，可惜啊，一步登跳的一个头顶区突击对角下网。我们字幕给的应该是骆建贤是吧？啊，但是呢，也有我们同行啊提醒我们说，这个新加坡球员叫罗建佑啊。Game point 13。失误了。Service over 14-20。得分比较巧。想偷一个后场，这就是发后场，不知道为什么发后场，对，没有下一拍的意思。21-14啊，这样的话，新加坡球员呢是先胜了第一局。Caught one, 20 seconds.
Second game, Laval, play.好，第二局比赛开始。Service over. One, low.还是想往前，再杀，漂亮啊！看这个整个的进攻，杀上网，网口呢反拍拿到高点，拨一个对角，然后对方一起球以后，第二拍杀中路，杀上网以后反拍，跃起杀中路。新加坡球员啊，罗建佑。建内。Service over. Two, one.下瓦尤金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因为他也不敢轻易的推后场，因为对方的杀球他接不到。对，罗建佑头顶区，他只能抢往前，往前对手有通过勾球限制他。我觉得往前，而且罗建佑也比他要好，从技术的细腻度上来看。下瓦尤金虽然说打得非常的积极，可是就罗建佑头顶区，他这个直线还是对下瓦尤金很有威胁，对实力还是有差。那他就抓着一拍，我打你。教练员在后面起来，把球起来，对对弧度弧度，对，做手势给他起起。就明知往前拼不过，还要拼往前。就反正他觉得他的打法就像可能刚才这个。被结束的那样，他可能也是以往前突破开始的，但是这个你碰到了强中自有强中手呢，对方往前还真是比你就好好一些，对，然后后场的推球留痕，因为他有变速，对，他这一拍的杀球虽然不重，可是他很快，对，所以你看他这个沙瓦尤金，他这个他转身的这一下他还是有点慢，慢还是有点慢，很高，真的就他已经在高个子里面算很算灵活的了，这个算很灵活的了，我觉得啊，大个的球员里头，已经没有自信了。8-2，这被对方抓得很死的，你看。接发球失误。9-2，没自信了。全场失误。勾对角，勾得很漂亮，动作非常小。对，就是你不出球之前，你都没看到他是要准备着这条线啊。你还是以为可以说他打球很油。11-2 interval.明天下午的2点，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1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现场直播啊。明天的球呢就比较好看了。明天呢第一场就是王征明对阵李宗伟，然后第二场呢是林丹啊对阵印尼的球员穆斯托法，第三场呢是一场男双的比赛啊，中国组合柴标宏伟迎战日本的强党啊，这个加村健士和原田启悟，然后是一场女单啊，中国的球员王一涵将会出战，对手是马来西亚的好手郑清义。11-2 play。Service over. 3-11。
Service over. 不敢打。嗯。12-3。我觉得现在对于烧瓦尤金来说，还是要自信一点，自信一点。对。对，另外呢，你就是还是要攻一攻啊。全场失误。还是要多一些进攻。他想攻，可是往前斗不过对手，然后推球了也不敢轻易去推，因为对方抓他的推球下压，他接不到。嗯。那这种球就确实就是第一局一开局还是挺有自信的，越往后面打，都被无从下手。对，都被对手控制住。嗯。正手放网又失误。15-3。喂，这不知道怎么去打这个比赛，这个已经有点自己把困难放大化。嗯。杀上网，反拍扑。17-3。那抓了对方一个，推了对方一个转身以后，马上跳起杀球，杀上网。这个球我估计对方绍瓦尤金挑的这一拍有可能是一个出界球啊。接发球出现失误，也可能这种大比分领先。17-17。现在会打得相对随意一些。没错。嗯。岳奇，哎，不敢杀，他不敢杀，真的是，人家，你看，就是老是这样，就你不杀，我觉得这个气势你就出不来，对吧 ？6-17。又是一个接发球的一个停顿放网啊。Six。怎么打怎么有，嗯。勾对角，对方回放，再反拍勾对角，出界了吧？出界。嗯。往前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打得非常随意。嗯。Service over. 7-19。半场啊，这个平抽快打。嗯。8-19。这球送到绍瓦尤金手里了。嚯。Service over. 20. Match point. 8. 赛点。Service over.9-20。好球啊！停顿放网，快劈一下，这球出界了。10-20。就大比分你先打得不够严谨。嗯。那
为确实优势比较大，嗯，确实这个在能力上还是要明显的高出一筹。Game 21-14 21-11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新加坡球员罗建佑啊，之后